来看一看 mod 有哪些。哎，为什么我现在这几个 mod 和我那个 Steam 里面下的不一样？大家稍等一会儿，我应该选了一个有中文的 mod 了。刷新一下，不行，好吧，那也没办法了。拼命 loading 中，还选我吗？我们要不要选一个良好土著关系的打法？那我就不选自己。圆通的 bug 应该修正了，选自己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待会儿优先选一点画家啊什么之类。来，第一关肯定是选汉地，还可以拔个葱，对吧？换成英文看看能不能行吗？换成英文会不会要重开模的？这人居然是个小偷，控制不了想要偷东西的欲望。首先一上来就有一个，哇，我们如果想要全面有好的这个关系的话，是不是第一关连这个都不能拿？好，应该孵化了，龟龟可爱一点，进个村，招个人，招个驴子，没有牧人，那算了，不招了，我们把这个土著关系留着。哎，不对啊，招人并不降关系的呀，我傻了。休息一晚，很好，我们现在是不会降关系的。那么一杯酒，一曲新词酒一杯。哎，他刚刚是不是说有人要有成人仪式什么的？但是刚刚只是告诉我们这个地点而已，如果去偷东西的话还是会出事的。我们如果要想保持正面的话，待会儿可能还是要加一格。刚刚这里有卖火把吗？好，减三了，我们再去送一个酒给他们，交易一番。没有火把，留两根绳子在身上，就这样，这样土著关系就是正面的。那待会儿，哎，居然超重吗？对啊，还没孵化出来啊，尴尬了。没头子，这个会负面的，可是拒绝也会减一。啊，减二，减二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减二的话就要两瓶酒了，那这第一关就一塌糊涂了。No， 我想做个好人。好，可惜龟龟复活的晚了一点。我们眼睛的头子只有一个啊，要探吗？探，相信自己的眼神，很好，眼神在。采蘑菇，可惜没有治病蘑菇，这个萨满仍然要偷东西。这里居然第一关就有慈山，不过第一关的时间是肯定够的，这应该是一个瀑布之类的吧。打怪就不打了，温泉瀑布，温泉，很好，休息一晚，休息一晚，说不定还能，哎，什么老虎啊，要被老虎咬死了，不过头锤了他一下，对着老虎使用了头锤。哦，流血的是我自己，没关系。有关系啊，有关系啊，可是老虎也死了，很好，拿走。好的，这个土著入队了，因为泡着温泉所以没关系，可是还有一个老虎就别打了。还有一个神殿吗？
这个神殿就不要了吧，看一眼看一眼，这是杀人神殿。不拿不拿不拿，似乎是在左边，再泡个澡。一个性别歧视，一个盗窃癖，什么？还有人放火？赶紧溜！什么？龟龟，龟龟变成了一个火人，超重了，把生肉给弄掉。不说了，啥也不说了。迅猛龙名字，刚刚出了一个小 bug， 他叫威丁顿先生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这个载重就不行了，叫一帆。不，我们要坚持下来，坚持，没有什么是不能坚持下来的。我记得是回去的钱更多，对吧？老虎皮倒是一样的，五颗也来一点。巫毒娃娃留一个吗？板香书页，畸变人就算了，没那个玩法。来，骨科液，离开一个。我们之后全员土著的话呢，就可以，初始的这个土著关系增加一点。哎，哦，对对对，绿蘑菇，绿蘑菇。萨满留一个，萨满留一个，有萨满吃蘑菇还回散值，对吧？那再吃一个，很好。这里应该就是终点了，上面估计有一个，哎，可是这个放火烧山啊，有点吓人啊。这应该是终点，看来放火烧山的话，上面那个地方我们是去不了了。登山这个舍不得丢，太贵了。其实这个也很贵，可是把酒喝光，一人我饮酒醉，走。轻装上阵，看一看这边的神殿是什么。我们的土著关系允许我们拿一个神殿。热量还是不要了吧，我们走到这边再来热量一下。我估计最后是要往这边走，还挺麻烦的。有月亮石啊，那说明这一关应该是要用月亮石才能开的。那我要先把这个身上的东西给处理一下，不然的话待会儿道具栏位不够。来，极地站，这些东西都不能买，只能买这一个。然后黑曜石镜直接卖掉吧，还是怎么样？不忍心呀，这一关能够买的东西太少了，感觉不值得在这里交换掉。可是我其他的东西，这个道具栏位也只能这样。来，储藏室换券的话，主要是没有办法再反手回来。走，就这样。然后从左边这边一路上去，它火山的话在雪地问题不会很大。走，往左下走，这样就安稳一点。顺便到这个啊，不对啊，之前都已经复议过了土著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哎，不对，这里也很像是终点。需不需要往？不对，上面这里应该是没有路，对吧？容我先往左边这里走一走，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终点的。哎，
可是我的铲子没有了呀，我的铲子已经没有了。并不是在这儿。石镇看一眼所有的营地，是一个上山看一个地形，这也有一个山洞啊，有大雪人可以招一个。来来来，谢谢塔斯蒂奇的竹子、废土居民、梦之岩使者、屡屡屡屡的红领巾和饭团。别过来，洞穴探索。等一下，我身上没有食物，见到大雪人是不行的，我靠眼睛。只是点物资，好吧，好吧。这就觉得很悲伤了。休息一天，打鼓，然后往上走。藏宝图确实没有意义了，可是留在身上也不会降低我们的那个道具栏位啊，没有载重，所以没关系。这里应该是终点了吧？来，哎，正好行动力不够，我就不信，他还有几天啊？我就不信40%会让我的动物死掉。我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。猴子，谢谢跟着你家08吃月亮里的红领巾饭团和问号。这个我感觉留着也没有意义了，而且任务没有完成，我们还会降那个。这边居然有两个神庙，可是我觉得没有意义了，还是走这个有传送点的吧。不，招个人。丁丁和路易斯来了。可以复制一个丁丁，传说中就是刷最高分的办法就是你复制丁丁，这样你最后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这个那啥。火把需要一点，丁丁也有眼神啊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可是钱不够了。走。好的，我们先到储藏室里面看一看，气球还是放这儿，其他东西感觉没法放了。来，丁丁变成了满级，然后让丁丁看一看镜子，我们拥有两个丁丁了。这话说的好，现在能骑龙吗？啊，居然还骑得了龙。可惜的是丁丁，我结果选了是有神庙的吗？还是传送点呢？早知道应该选了丁丁，然后走那个有两个神庙的，等他两个神庙效果都看完了，然后再过来，对吧？全都两个 buff 都加满了，再复制，那就巅峰了。我们身上没有太多能交换的东西，姑且先溜达溜达。有黑豹，附近好像也有这个东西啊。
来，首先实证一个，观看一下居住地。有村庄，有教堂。来，打黑棒，两头嘛，我有脑子。在头脑面前，黑豹算什么？再见了。还是靠爪子吧。全都带走，生肉步行一下，因为我们在这里交易的话，可以生肉哪怕也是，糟糕，那我干脆先到村庄吧，也一样。好，进个村，打个架。你看我这片人都堆满了。他康拉德三个头子，可是我用头锤了他，他就打不到我了呗，不就是？佯攻，好的，他只有一个头子了。不对啊，他直接死掉了。弱者为何要战斗？生肉，然后兽牙弄几个布。我在这边是来推进大家的友好关系的，对吧？来看一下，现在一加四是可以的。好，加四好了，然后休息一晚，很好，走了。招人的话不需要招了吧？虽说牧人很好，可是我现在不需要了。来看一看这个会是在哪里啊？感觉就在旁边了。哦，真的是有两个神庙的点吗？哎呀，复制早了，没关系。来，探索，让丁丁喝下再生。这个人的名字太烦了。那看来是在右边了。可能是在这种位置。过来过来，看一眼。不在这儿吗？那是在右边。也就是条暗寒和 Kisei 的红领结饭团。不对呀，这个究竟在哪儿呢？以及这是什么地方？右边有个地形，我想去看一眼。右边有很多地形呢。来，萨满小屋，有鼓啦。神庙吊坠其实无妨的，我们并不会特别缺这些东西。巫毒娃娃可以弄一个，来把这边的这几个给卖掉。巫毒娃娃好贵啊。嗯，靠眼神，我们眼神这么多，对吧？走。好的。没有传送功能，我要先回去一下。睡四天觉，走到这里的时候，可能睡觉已经结束了。又追上了。接着吹个笛子，不对，他现在离得很远，我觉得可以逃开。可是上面的路被截断了，好难受啊。今天这一局打完估计时间还挺久的，最后应该没有时间爬塔了吧，顶多也就开一局了，开不了很多东西的。来，商人交易一番，还有望远镜啊，珠子，雷，感觉没什么东西可买了。绳子不需要了吧？长矛我平时也不打架，六分一我有了一个，望远镜来一个，不对不对，
五到五个就可以。那这样了，有鼓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食物的。有两个鬼脸山吗？真的离得很近啊。还有火把，土著关系三了，待会炸东西的话会降挺多的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再去一下这个村庄。我感觉这个尖削拳要在我出来的时候过来。取消移动，取消移动，哎，正好正好绕过来了，很好很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好，大家，我又给你们送彩色珠子来了。什么？我第二次来到这里，发现有一个华丽石像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第一次我过来的时候，居然没有告诉我，有这么好的东西不给我吗？好，什么？他把我的鼓弄坏了。那作为回报，我要偷你的雕像，啊。就当无事发生过。结果这个位置还是找不到，估计是在哪里来着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去炸山去，这很可能是终点。炸一个，炸两个，没有，只是变成了焦土。那应该还有一个神庙呢？不，这应该是那个，就是，那个点。对，要开地图的封印点。这可能是一个神庙，我们已经把神庙的雕像那个掉。什么？还是就被优先打了吗？完了！幸亏我血多。可是这个战斗力，我这个战斗力不行呀。嘲讽一个。丁丁的狗子，看你了，全靠你了。这个狗要那个了。哇，群伤。我没了，我没了，幸亏还有脑子。不对，不用雷应该也可以的。没有医疗包，没有医疗包，我会壮烈吗？果然神庙在下面。丁丁也在流血，那我要优先。哎，可恶，我刚刚少走了一步。丁丁不要死，丁丁不要死，没事没事，步道所就有这个医疗包。居然只有三个吗？这这很麻烦了。治下路易斯，治下丁丁，哦，另外一个有重生，所以他好起来了。我要往这里走吗？走这里的话会被这个土著给拦截到，让他睡一晚。可恶，没有传送能力啊，又缺少绳子，在尖歇泉这边走得很慢。给另一位丁丁喝下，他变硬，不，这个角色的名字太难受了。这里居然有一棵参天大树，是在更难的难度下面才会有这个大树恐惧症。一格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他们会被尖歇拳给挡住，我不用害怕。
没被挡住。要打一个吗？不要打，依然不打。可是我的行动点不够了，打一个土著吧，只能打了。应该不需要用那个也可以打死。对啊，我还有那个特别子弹呢。好的，死了，多了一根脚笛，不错。一天，两天，打起鼓来，老虎还要睡五天觉，没问题的。可恶，森林的行动点数降得太多了，没有柴刀。不对，我应该骑龙的，忘了。还有一个封印，有巧克力，有吃的东西了。下面这里没法走吧？先去一下，我觉得很可能需要打一架，但是打一架的话，啊，对啊，土著关系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我为什么又开始这样了？我这个人，在左上角，对吧？不过老实说，这货也挺难打的。打两头没关系，我有迅猛龙。再来俩眼神啊，一个眼神都没有。那么头锤了他，他也打不了我了，很好。子弹本身的输出太低了，我们主要是靠眼睛，有眼睛的话输出就高。再见。生肉就不要拿了，这条路太偏了吧，待会儿要炸一个山。哎，这算是一个什么地图啊？哦，是个雕像，可以拿点东西，不错。火焰书页，土著饰品，土著饰品一个，丁丁，送给你，很好，忠诚上升了。哇，上面还有这么多图啊，中间的尖削团全好多啊。解除封印，好，金字塔出来了，可是这个地形的话，我只能上山躲一躲了，不然的话落脚点没有了，就那个。好，可以过来了。怎么又有两座山？又有两座这个雕像，不要炸了吧。这里休息一下，过夜。哎，有土著还被两头老虎打了，不就两头老虎吗？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来，精准刺激一下，这边用强力爪击，上面用一个小爪子。怎么一个眼神都没有啊？那反正也打死了吧，再见。好，队员太多了，这个人是没有意义的。离开，生肉带走，把他解散。他的名字好像叫滚阿武，滚啊！好，道具栏位不够了，而且有人追上来了，我们就不要去神殿了吧，这没法去了，一个。
要打吗？打！我给你们好脸色，你们不要，对吧？公鸡愤怒的吐出，哼，在我面前居然敢愤怒，我一个雷就炸死你！哎，一雷居然还炸不死了，那我两翼夹击了你！主仆攻击，很强，很强势。来吃个蓝蘑菇，然后直接溜了。我好像真的可以那个一下，来，走走走，调查神殿，看看有什么。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拿走。绳子丢掉，绳子呢？丢掉，丢掉。然后巧克力吃掉，还有一个啊，太月亮石丢掉，不需要了，走，把黑洞留给土著，多么美好啊！之后他们就可以安心的生活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再见，再见。我甚至有时间可以先去另一个神殿，走。人类学到最后得到了这个人类学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们希望最后还是能够拿到一个这个第一名，对吧？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们接下来，哎，等一下，这关的任务是康拉德，对吧？好，为了做到这一点呢，我们下一关反超它应该还是很简单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是霸王龙，但是霸王龙可好像有 bug。 这是一个科学助手，它是见到蝴蝶的时候会有那个。来加好感，要雷，医疗包也需要一点，柴刀这个也用来交易，对吧？就这样，可以。要不要留一点？算了，这个就不要了。我留几个，我留一点钱，升一级。不要了吧？不要升了吧？不升，升，走，出发。霸王龙我之前遇到 bug 没法打，只能在地图上看一看，很悲伤。我们的这个气球留在身上可以，现在还骑乘呢，完全不慌呢。来先看，靠人类学先看居住地。这么远的吗？这是一个隧道，不用去管。这里估计是一个雕像之类的吧，不，萨满小屋。能不能把之前被他们砸坏的鼓弄回来？没有。可以买一个图腾杖，因为在村庄的话交易会多一点。可惜依旧没有好用的书页啊，瀑布书页倒是可以弄一个。瀑布书页可以给我们留一个休息，野外休息点，还是不错的。我们直接走这里，走最近的路，进个村庄，还有一个兽王，不用管，有鼓很好。来，彩色珠子给你们，然后图腾柱给你们，脚底买我一点，我打不过这边的怪，对吧？然后再卖些什么呢？通通卖了吧，反正兽王我们也没有道具，没有那个队友位了。辅助关系加八可以，然后招人就不要招了，我们有丁丁在。看鼓，好，文化研究，走了。我们的文化研究声望加70啊，那不得了啊，那可不是。你给我一个，你给我一个放的地方呀，可恶，卡住了。
可恶，卡住了！No！那就这个不要了吧，算了。UI 上的小 bug， 因为我刚刚拿了一个没有负重的东西啊，结果导致它的那个 UI 变小了。这里有一个，上面有迅猛龙，大怪鸟打不，等一下，我们在大火之前击鼓作歌。迅猛龙巢居然还活着。OK， 加了一点柴刀，不错。下面这里就是那个，哎，要走这里吗？我走过来的时候正好已经没火了。好，解除第一个封印，可以。这个山洞，往这儿走吧。谢谢蛇蛇点点 W 连忙09的便当饭团。好，这个山洞应该是可以进的，我们身上还有火把呢，根本不虚。来，火把木乃伊，我们有返乡输液啊，开个气球。而且这关因为是史前地图啊，是没有那个的，没有步道锁的，所以最好还是回一下船上。可是没有输液，这很麻烦，回去一下吧。公寓善骑士必先立骑器，公寓刷个分必先回船上把东西带回去，不然的话太麻烦了，我是这样感觉的。来，再接一个土著任务。没有，没有土著任务，直接浪费了时间。如果散值低的话呢，这个木乃伊就会复活了。这个火山正好没有喷到我，这还好。我现在两个校准的鼓，我们的这个行动点数是完全够的，散值的恢复是完全够的。可是，哎，我的道具栏位这么短吗？哦，对哦，我可以不骑龙嘛。主要是木乃伊带在身上，那个过夜的时候会出事，所以还是这样。那我这边要不要直接？隧道一个呢？好，霸王龙出现了，哈哈哈！打，走起！有什么大不了？有什么好担心？还有一个神殿呢，攻击霸王龙，果然点不到。为什么有这个 bug 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看，被霸王龙攻击了，可是还是没有。Z， 水深，看一看，东西不多嘛，不要。悲伤。谢谢妖怪执事的红领巾下花饭团。这个地形是个什么？也是一个隧道吗？可能也是隧道吧。你看这个霸王龙追得特别快。哦，又是木乃伊啊！那我现在就不骑龙了，我还要再回个船上吗？先把附近的地图探一探嘛。好，五个鼓全都用上。这个应该是沙漠中的交易站，对。你看，我当然是有眼睛，绝对没事。好，超重了，这几个东西都可以卖大价钱，我决定直接出发。来，商人。好，哎呀，我刚刚应该先那个一下的，我应该先打一个大怪鸟的，这下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买回来了，只够买一个这个了，藏宝图就不够了。啊，对了，其实我不用视野了吧，我觉得。对，不需要了，最后一张地图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
可以。然后三个藏宝图，好像这里有一个，对吧？走，挖坑，是个啥？又是巫毒娃娃。说好的我要回城呢，以及这里有村庄，对吧？这个木乃伊不回城的话太麻烦了，回城点的话是这里，这可能就是金字塔了。先打迅猛龙吧，我们待会儿可以把那个柴刀给处理掉。好的，再见了，关闭。柴刀丢掉，其实可以把火把丢掉，因为我们已经不会害怕这种东西了。剩的一个在右下角，问题不大。来，走这儿。打。他们经常会送一些有价值的道具。轰。看看有什么，长矛、骨科液，我就不信吃一个能让丁丁出这种事情。来，蝴蝶工具，这关没蝴蝶，对吧？这关没蝴蝶，所以没问题。好，调查一个，居然得真打，求眼神，继续求眼神，不然的话被他打了诅咒了就难受了。好，重度流血六格，他已经死了。又一个木乃伊，我们现在需要回城了。火把丢掉，我走着回城，不要走隧道了，万一呢，眼神不好怎么办，对不对？这种事情谁也说不清呢。地图居然已经全开了，能够探的路。奴隶营地，容我先进村，把一些其他的事情处理一下，不然待会儿你要是烧了怎么办？来，进村，交易一番，有谷，可是我们的道具栏位已经不允许我们这样了。对啊，我没有这个啦。我的道具栏位不允许我交易了，怎么办呢？人类学研究的话，可能他们会要我把这个木乃伊给那个掉。让我想一想啊，距离多远？距离还挺远的。还是走山洞嘛，把木乃伊，有两个木乃伊呢，对，还是要回个城。两个木乃伊，那我们还是需要回船上一下，以及巫毒娃娃又可以用了。相信自己的眼神，我们有这么多个眼睛的头子。好。我们有几个啊？一二三四，四个眼睛头子，然后还加上这个路易斯的三分之一。走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好的，空出了不少，五个，对吧？然后其中这一个刚刚已经挖到了，另外两个呢？一个是在孤岛上，这个很难找，一个是在这种地形。看不太出来，孤岛会在这边吗？感觉不是呀，感觉找不到。那也没办法，走了。
来，进山洞。书我们待会儿还要叠加起来。哦，对啊，书也占呢。哎，人类学研究不是应该是叠加在一起的吗？我记得是可以叠加在一起的，他为什么选择选项是 1.1 啊？我要看一眼，难道我过去对这个技能有误解？咕嘟娃娃，因为我过去一直以为这个人类学的是可以放在那个什么来着的，是可以在这边休息的时候文化研究可以叠加在一起的。对啊，可以叠加在一起的，里面有两个物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需要放回船上，还需要鼓吗？来几根长矛吧，待会打架的时候。不，我没有可以和他们交换的东西了，只有几个兽牙。哎，什么时候出现的象牙？你们持续供货吗？我回一次船上你们多了点东西啊，不错，谢谢谢谢。好 OK， 那么接下来打一个奴隶贩子，还有一个村庄是在右边的，对吧？我们把这条路走完就可以了，虽然鼓这么多没有意义啊，但是无妨，首先交易一番看一看，拿个彩色珠子也是可以的嘛。好的，我这边有一个破鼓，你们要不要？ OK， 藏宝图呢是看不到太多东西了，署名霰弹枪是要红色头子的，对吧？买了买了啊，不买了，不买了，没有值得交换的东西。看来附近有宝藏，不过反正宝藏交换不到特别好的东西啊，可以无妨。好，买了。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。就这样，可以。其实脚底也不需要了，来，袭击。我有脑子。然后霰弹枪如果能弄出来的话也是可以那个群伤的，对吧？好，霰弹枪出来了，有没有群伤？哐，去商店买了一把霰弹枪之后把店老板一枪给崩了。鞭子就不需要了吧，拿着走开，喝一口酒，然后我们往右边走，反正着火了，村庄不要被烧掉就可以。村庄没有被烧掉就可以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现在大怪鸟我觉得也打得过了。哦，还送我芒果呢，还送我三个土著雕像啊！哇，大家真是对我好好哦，好开心啊！我觉得自己价值得到了肯定，有这样一种感觉。大家喜笑颜开，很好很好。休息一晚，不要留下，文化研究一个。好，走了。看看这个地形，可能是在这种地方，这样的山，感觉看不到呀。是这里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这儿，就是这个位置。我们现在超重了，芒果就直接吃了吧。来，挖东西，以及孤独娃娃可以用掉了。开挖，水晶球，没有必要了。这里又是个什么地形啊？传送门吗？这关没有传送门吧？来，水晶球砸了。不要相信迷信，走。不过我们应该是很难最后一名第一名到达的，因为他们接下来十天就34天了。时间话都不会说了。雕像嘛，我们关系这么好，拿一点东西也无妨的。又有雾毒娃娃，拿走。好，雾毒娃娃现在用还是待会儿用呢？不要了不要了，这个待会儿用。
大怪鸟而已，两头嘛，没关系的，相信自己，相信炸弹。相信霰弹枪，这上面一头已经死了。相信自己的爪子，他们都死了吧？不，还有一个。一边抽了他，可以。边吃你，然后一脚踹死一只怪鸟。你说怪物猎人里面怎么就没有用脚直接攻击的呢？我看我们这个战斗力脚笛可以不用了，丢了吧，把笛子撒在这里。居然正好隔一天巫毒娃娃可以用了，好难受啊，感觉浪费了这个脚笛。好，我们最终走过去34天对吧，那可以啊，最后能赢啊，能拿第一啊，不是能赢啊，甚至可以走得近一点，走最近的路。谢谢北望朝暮麻麻江青青青城的红领巾的饭团。那我们今天最后就开一局地牢，开一下就行了吧。你看它还剩47天，最早的一个好像是多少天来着，它上面还有一个人，但是人头被遮着了，好难受啊。我们直接去吗？8天而已啊，还是打个大怪鸟呢，往左走一走没关系的，往左走2步问题不大。你看我徒步沙漠啊，完全不虚，根本就不拿这个水。打鸟，打，2头而已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好，然后等一个霰弹枪，我就知道这是最可靠的。掏出自己的特别子弹，用2只眼睛瞄准，好像不太对啊。用2只眼睛不就瞄不准了吗？好，走了。可惜啊，没有办法见到霸王龙，再见了。以第一的身份拿到，看一看丁丁给我们增加了多少。走吧，记者奖励40%，不得了啊！上面因为总共是500分，500分乘以40%，200，结束了。最后还能上3000分，不容易啊！谢谢天山龟表的饭团。走，全都送给博物馆，尤其是人类学研究非常多，最后居然还3739。我这个头怎么还是偏的，还是歪的？两个丁丁回到了不同的家，人间蒸发了。那我们最后就开一局地牢吧，准备睡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了。我有点想去看一看，来，看来火势被控制住了。好，OK， 太好了太好了，拿到了柴刀，走人。野外休息领航员，行家，我自己就会变得很强。这样我们排在第一，能招人的机会就多。居然有传送门，沙漠，北极，北极的话没有办法招那个对吧，沙漠来一头骆驼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偷东西，山地兵，贝都因人，来个山地兵，招一些平常不会招的人。火把，来2根绳子，
居然有帐篷，这个就是刷风流，在野外宿营，对吧？柴刀也买几个，铲子也买两个吧。登山工具不要了，没有那个闲钱。最后要不要再提升一下这个迅猛龙的载具呢？不过这样的话以后就不能骑龙了。游戏名字左上角是不是在这里的时候又会被遮住？没有嘛，还好。 OK， 装水咯，全都装上，开始探索。这应该是个石阵，对，阵人是种族主义啊，那他和我剩下来这几个人全都不搭呀。居住地优先，这里应该能招到骆驼，可是沙漠地形的话只有贝都因人，招不到牧人，这点很不爽。要不要把一个山地兵换成一个骆驼呢？很难选择，先找这里吧，顺便还能休息休息。这里也会是休息点吗？哎，这里就是偷东西的吗？首先交易一下，有鼓，不错，象牙和鼓，然后角笛可以留几个，我们把酒给卖掉。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要回个船。来，蓝蘑菇也卖了，柴刀卖两把，增加一点土著关系，招募一个人。哎，有牧人，很好。哎，但是有大羊驼，叫巴尼小姐。我要大羊驼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就要偷东西了。哎，什么，我刚买来的鼓你要看一看？给你看一看。好的，变成了好鼓。那么先离开一下，因为我们成员太多了，待会儿就要赶人了。可是要偷东西的话只有山地兵这一个人有头子，可是我现在又想把他解雇。我们最后的时候走这里，先跑到外面来看一看外面的情况。这是个山洞，这是个神殿，对吗？对，刚刚说好了要回个船的，先回船，在船上休息一晚。其实蘑菇不应该卖掉的，因为我们有萨满的情况下吃蘑菇可以获得散值，对吧？来，象牙、角笛、宝石放到船上，然后休息一晚。可千万别有人在船边放火。 OK， 接着走，上个山。我们这一次就不求第一名结束了。用绳子看一看，两样东西，土著关系足够，减三了吗？什么？我在山上待一会儿吧。我刚刚要是下去的话又要被烧了。回船上，真是太辛苦了，最近总是忘记打鼓。来，把这两个宝物也放这儿，然后其实这个绳子待会儿可以弄掉，再宿营一晚。30点散值有可能会有负面事件的，但船边好像不会有。不，有的，他放火了。什么鬼，我自己的船边你都放火。我们要去提升一下这个土著关系了，先进个山洞吧。真是可怕。2、3、4、5，5步。是开地图，我们在这个
休息两晚，不，首先交易一下，还是用柴刀，辅助关系加一，然后休息几晚。上帝创造了人类啊。不对啊，我要偷东西的话，喝酒，一起喝酒。好，加了一。那我们把柴刀通通卖掉，土著关系加三，然后偷一个东西。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土著关系现在是五，对吧？来，哎，什么？没事没事，还是加一，还是加一。可是现在他们会有这个追杀过来了。我要赶紧溜，要是打人的话就没有办法保留那个了。希望他们被火山烧死，这可能是终点，可能是交易点。交易点的话，我现在，哎呀，糟糕，我没有交易的方法，没有东西可以交易。把铲子卖掉，而且下面有大怪鸟的话也不行呀，好难办啊。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那个了，只有一把鼓了，只有一个鼓了，这样真的行吗？不不不不不，五颗叶还是留着，这样弄，这样弄。好的，六分仪留着，好东西。不要打鸟，打鸟的话会那个，可是我的脚笛已经放回船上了，这样就很麻烦。有船，很好。走左边，升级土著战士，这样我们遇敌几率会下降，被追击几率是 40%， 因为我们不停会打鼓的。有罐头食品，很好。猎狗群追击几率 40%， 没关系。拼命逃亡。一格，哎，被追了，被追了。这里应该有终点的，应该有的。千万要在这里呀，让我们成功逃脱吧。没有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土著也追杀上来了。好难受啊。彩色珠子。这赶紧过一夜，然后只能把这些东西给卖掉了。喝酒，喝酒，什么？有人酗酒了？再过一晚，再过一晚。对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怎么可能会要用这个雷包呢？走，走，什么？这里是传送点，可是这样的话要打一场。没事，绕过来了，绕过来了。传送门，什么两面夹击？对啊，我可以骑龙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快不快？这个是慢速的，当然是骑龙比较好。很好，快速。哎，想起来了，这里的话，土著关系是零，我们要提升才可以。哎呀，要提升才可以招到这边的龙啊，这边还有兽王呢，这招不了人呀。村民里面有，而且这一关似乎只能招龙，不能招其他的萨满之类和牧人。我现在萨满和战士基本上都满了，待会把萨满开除，招一个牧人。不对，这里是没有牧人的，蜥蜴人我记得没有牧人。
可恶，不行呀！哦，对，彩色珠子，对，傻了，哼，没事，好，招募，对，换成蜥蜴人萨满，复制龙就不要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个载重了，来。哪一个蜥蜴人萨满看上去帅气一点？这个忠诚高一点，可以离开。好，然后把这个老的萨满给解散。再见。很好。哎，他为什么还是？他为什么刚刚显示的不是三格吗？为什么这里还是两格了？Oh no！不要搜刮了，搜刮会那个。我们还是在山上休息一晚吧。这里应该也是一个雕像，对吧？哎，我记得这里好像只减一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几天？还有5天。我记得雕像好像只减一啊。来，拿。反正异世界不算，什么是减二的吗？Oh no！哼。记错了，走起，往上走，完了，你们不要过来，不要靠近我，而且这里依然不是终点呀，有一个营地，探索一下，有酒，有气球。有黑豹，追击几率90%，没有办法，土著关系不能是正的了，难受。我们要不直接返乡一个吧？这里是终点，这意味着这里是终点。可是，这样真的好吗？一格。没被打，成功逃脱了，请留下来吧，留下来了，蜥蜴人。留子弹，谢谢海岸选的红辣椒饭团，伪魔法少女小圆酱的烤鱼。好的，不过这样的话呢，只能排第二了，因为我们要正面的话，水庙草原太可怕了，我们没有画家，没有办法刷这个分数啊。水庙草原，好，偶像交易一个，有一个猎狗，没有画家，sad。珠子，酒，没有珠子就等于没有办法，不，没有这个什么来着？没有画家，也没有这个人类史文化观察那一个，就没有办法增加土著的好感。去储藏室，我们现在身上哪些东西留着？这两个留着，对吧？酒待会儿，酒和柴刀我们待会儿基本上是要卖掉的，姑且先留在这里吧。好，开始探索，把这个水给去掉一点。这关神殿非常多，如果有点小方块就好，观察一下，水深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，直接走那个，直接拿雕像回船，而不要去走那个终点的金字塔。
石镇，先看一看这个居民地。这么遥远的吗？水庙草原不利呀、啊。这，我刚刚走的位置应该是没有水的。我刚刚走到这里了吗 ？Oh no！ 好，普通营地，有酒有炸药，多好。这应该是扎堆的，这可能是个隧道吧，过来看一看，调查一番。绳子居然用完了，我为什么啊？我好像有点傻掉了，大家不是很懂自己想干什么。然后生了一个只有一个走路头子的萨满，这下完蛋了。来，我们先来看看洞穴，有蘑菇，不错。好的，视野蘑菇，果然全是神殿嘛。有交易点，先到村庄，我们有彩色珠子可以交易一番。又有华丽石像了吗？那我们就不要偷了，现在偷这个没有。哎，怎么只有三个啊？哦，对，刚刚水流冲走了，大水把我冲走了。加六，可以。绳子，就这样。好，休息两晚，不要偷东西了。参加参加。哎呀，失败了，减一，减二嘛。对啊，不参加是减一，参加了失败是减二。我少一个手头子，超重了吗？来，水丢掉，这里应该没有沙漠了。打两个鼓，先爬爬山。这个是地面下沉，是坑吗？是坑的话就难受了。拿啊，是坑，是坑。大家好，完蛋了，是坑的话就完蛋了。有个藏宝图，可是会不会被坑掉？哈哈，这是最担心的。来，象牙直接在这儿卖了，不对，象牙带回去价值更高，对吧？还不如把这两个这样一下。嗯，买一个，然后哎，刚刚忘了把柴刀也卖掉。宝石很好，三股吧，可以。看一下地图，森林当中的，哎，它好像只往左边蔓延，这里因为水的关系不蔓延吗？还有这种设定？浅溪地形不会被这个弄掉，这么高端呐、啊，相当高端。这里是冰冷，是雪鞋对吧？可是我们不能再拿了，再拿就减三了，还是留正面吧。好，就这样了。来，捉个蝴蝶。谢谢悠悠林的烤鱼和车票，他比海水蔚蓝的红领巾和饭团。走这儿，果然还是，因为有的神殿里面自带小方块啊，所以我还是看一眼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就是坚韧，能够耐住这一种。反正我只是为了解锁角色才了。我有三只眼睛，根本不可能看不见。调查遗骸，小方块来了，那直接小方块一个。好，看一下地图啊，森林上面
凉水加一沼泽，有吗？好像不在这儿呀，会不会是在这种地方？看不见，看不出来。好的，来，小方块一个，然后把方块拿到的东西直接放到这个。虽说只有两个，而且这都是钱的，对吧？OK，关闭。哎，忘了。吐出关系。Oh no！哈哈，解锁不了了，放飞自我吧。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我可以在野外休息，可以帮助土著，对吧？那就有机会了。还有一个藏宝图，藏。换医疗包，然后储藏室一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可以。可是有野外休息点吗？至今没有找到呀。方块就是可以让，神殿不没有效果，抵抗神殿效果。又有一个小方块了，方块一个，可惜这里没有鼓了。返乡书页，哎，糟糕，没有足够交换的东西了。蘑菇暂时不需要，角笛也不要了吧，因为我们道具栏位不够了。看一看刚刚的另一个藏宝图，群山，这应该是在左上角的位置啊。那我们往左上角走一走，正好这边有几个野生动物，最好还是不要打它们比较好。往这儿走，村庄还在啊？对对对，村庄还在，还可以再去一次。可是地形依然没有，不在左上，会是在这里吗？也不在这儿，大概是在这里地方了吧？那就直接回村的话，回得去吗？绳子还有几根？九根。那我从这里走的话，会有点那个。要从这里绕过来，要小心他这边的间歇泉。好，喷水了，来卖点东西，再卖点酒给你们，加一，加二吧。我今天心情好，可惜的是刚刚的柴刀没有，长矛也给你们一根，就这样，走了，再见再见。哎呦，真的是做好人好难呀，不容易不容易。反正是最后一名回去了，无妨。正好我有一个小方块了，还可以再拿个东西不？那就走这里吧。正好有一个小方块，再可以拿点东西。哎，宝藏在旁边吗？哦，这里对吧？对哦，这个眼神真好。来，先调查一个神殿，然后又要去弄一个，又要去增加一点他们的好感度了。好，又是零了。来，我们走这儿。减三没关系，因为我们骑着龙的时候。平时的这个已经差不多够了。什么？哦，完了，另一个就拿不到了。今天天气不错呀，最近状况还可以呀。
繁华城不夜，三小乖，幽幽灵的红领巾，选票和饭团。那个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就这样吧。好，这两张藏宝图都卖掉吧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走了，很好。那么往右上角走，其实还可以再那个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打打大象什么的，对吧？毕竟打野生动物的这个降的好感稍微少一点。还有山洞呢，说不定里面也能看到东西。这个险二我不会再上当了，很想炸山，但是炸山也要减一。这关有一个神庙，对吧？对，可能就是这个位置。我们的绳子应该要用完了。不是这儿，那还在上面。总之先休息几晚。狩猎生肉，这个人虐极了。我们反正已经最后一名了，其实可以在这边多休息休息，说不定还能接到土著任务。让我先上来看一眼。哦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对啊，是有一个任务的。土著关系忘了。哎，怎么不能打？怎么不能打 ？bug 了吗？哦，刚刚地形不对，对吧？甩个尾巴。好，这头没有了。这头也没有了，剩下的就是这个八点血了。然后用特殊子弹，长矛甚至不用，特殊子弹毕竟免费，对吧？今天不是号称那个什么还玩了一波 B 站吗？是有这回事，对吧？来，神庙一个，让萨满喝下大力。好呀，加了两格。那么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休息，接接土著任务，救救土著。一般来说是就是散值，他这边不是有三个格子吗？你在第三格的时候就经常会遇见一些好事件，你在这三分之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负面效果的。来，素英。哎，怎么最近都没有事件了？最近都没有事件了吗？过夜过夜啊，你看他们都得病了，丛林热 Jungle Fever。 哎，接受任务，好，很好。完成之后应该是加土著关系的，没记错的话。来，我们的这一个绳子和，哎呀，会不会眼神不好直接进不进去啊？别这样吧，我可有两只眼睛呢。我可有两只眼睛，不要让我进不了山洞。暗中探索，没有。萨满不见了，而且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件，结果世界没有了。世界没有了 ，bug 了。事件消失了，你看我不能再进这个山洞了。小时候妈妈对我说，八哥就是你故乡。人生已经如此艰难，
我已经没什么想说的了，忘记烦恼，士气高涨。悲哀啊，连这个任务都解决不了，这是最难受的。这个地图就消失了，你看，洞穴入口根本进不了。看看读个档之后能不能进，不能进，不存在了，没有这个地点了，这个地点已经消失了。走吧，怎么居然还有僵尸人的这一个？走吧，什？孤家寡人，孤家寡人了，回船上吧，赶过去没有意义了，待会儿就要把这两个动物也都吃掉了。哎，只超重两个吗？只超重两个的话，好像还行呀。又一个什么呢？角笛可以用来待会儿不打怪，还是要留着的。那医疗包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死则死耳。可是终点究竟在哪？哦，终点就在这儿。我甚至还想打一打这几个怪，来，你往下走呀，你靠过来呀，走，打，请给我一个脑子，请给我一个脑子，直接炸死他们。然后掉身肉，哎，土著关系负一了。对啊，本来就已经没有那个了，对吧？本来就已经不是正面的了。我有绿色骰子了，不应该招人，对吧？我现在缺人手。不，我要绿色骰子，我要孤家寡人。谢谢宅基啤酒节餐厅组员的红领巾饭团，我们非常悲哀啊，保留。好的，有传送门。北极，北极吧。插旗任务，厨师，我又不打架，军人我也不打架呀。感觉要完蛋，只能招几个爱斯基摩战士了。哎呀，说什么好呢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也没有乐器的任务，看来这个要凉了。谢谢张清醒的红领巾的饭团。来，储藏室里面把这两个东西留着，角笛带在身上，因为老师说这关的敌人都挺难的。看一下插旗的位置，哦，挺顺路的嘛，不错。上来就碎冰。不过我们初始的土著关系是零了，这就很难受。炸弹和子弹，你们说会不会遇见大雪人呀？不，这应该是个隧道，对吧？看看隧道在哪儿的。
居然在海象这里，太难受了。石镇，看一看居住地，这个人厨师是迷信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无视他，我根本就不理他，他待会儿就是要被开除的。你看他关系已经很不好，你只要不把这个动物带着走，我可以接受你的离开。这边居然在山上吗？山上插旗，插旗，很好。结果最后我还是从下面走上来了，这个坑好近啊，这个隧道好近啊，毫无意义啊。上山，插个旗。我们不要走神庙，不要去炸那个慈山或者山上的脸，因为现在炸了，我身上也只有一个暂时没有意义的人，这是没有价值的。交易一番，烟花易冷，藏宝图还是可以要的。哎，这个子弹可以卖给他，然后我把一个好了。烟花我记得也是土著这边卖的比较多，对吧？但我们现在这样的话，还是让我算算看，道具栏位似乎不够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储藏室里面能放点东西吗？不，都留着，都有必要。可是超重了呀。把矛卖给他，来，我们就靠这个角笛来不打架。我们靠角笛不打架，走人。看一看藏宝图，是在靠左下的地方吗？不，应该是地图当中的位置。先往上走了再说吧。这个是 MOD 里面的喇嘛大羊驼，非常可爱的一个生物。这个是一个仓鼠雪雾，搜刮一下，有角笛。哎，什么，这也降的吗？对啊，毕竟是个雪雾嘛。那要不要给他用了呢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没用的厨子而已啊，我不想给他。可是不给他的话，我相信我的眼神儿。怎么样，我依旧不要火把，虽然之前遇到了负面的事件，可是现在我依旧如此，不信邪。好的，我们往左上走，小心这一个大海象。什么，我明明按了取消了，为什么还是被追上了？是不，居然把任务道具给带走了，怎么有这种。为什么能把任务道具都带走啊？这下黄了，多么悲哀啊。不，我要打到死为止，我要打到死为止。哎，为什么这里不能，不不不，是这样，对对对，要坚持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那任务也没法完成了，这里还有一个那个先进传送门吧，不，先进这里。我要喝酒，只有我一个人就不怕醉酒了，因为一人我不会醉。居然有个兽王嘛，烟花一冷，买一个鼓，再买几个角笛，这个也拿过来，绳子不需要了。
对，可以的，招募一个，嘿嘿，邓林，我根本不应该走动物流的，结果却走了一个动物流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蛇，不要吃啊！好，孤家寡人，没有特色的动物流，还能再招一个？我们去那个招一头龙嘛，全靠自己一个人的头子。反正任务也没法完成了，随便溜达溜达吧。走。想玩偶也是那个加十格，就是加十格散值的，然后会好像让地图上所有的怪休息一天之类。调查一下，这边相对来说是比较值得的，不过无妨了。哎，不，这是一个神殿图，对吧？那我搜刮，全部拿走。来，神殿。看看有没有官位的神殿啊？臭气嘛，臭气就有点难了，中毒的话就完蛋了。拿走，好。这边反正是异世界，所以我们这个没关系的。这里发生的事情不会记载在什么世则定向中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梅子也吃了嘛，我们只要不走这个有毒气的地方，应该就可以。刚刚那个藏宝图还没找到呢，难受。土著视频也不需要了，反正招不到人嘛。谢谢 Mr. Handy 毛线球的红领巾的饭团，发热，拿，通通拿。好的，岩浆。我站在原地是不是就不会有8天呢？这8天时间，我站在原地不动。我相信火烧不到我的身上。我走在神殿位置上嘛。哦，神殿也被烧了。不要把我的动物烧死。对，没有烧死。这就是我，一个有活免的人。可是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这里是不是正好就是刚刚，对吧？这上面就是这个位置了。走两步，强行走两步，把这个东西给挖出来，看看是什么。就是这儿，挖，居然是面镜子。可镜子对动物没用呀。镜子能复制一个人，我们没人呀。这如何是好啊？我们超重了，待会儿应该找个地方把它给卖掉。这图上面还有这么多路，我要先返乡一个。来，返乡之书，返乡之书页被厨子拿走了。什么？啊！这我怎么办啊？月亮石丢。